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，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。请你劝劝他，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。现在关键是看周到的态度。爷爷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。你们这什么家教？你把手机还给我！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规矩都不是。他这是就这样的一家人，真的。这条支线在哪路对烟了？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怎么会联系不上呢？我已经不止一次了看见陶大伟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。光天化日，你骚扰我女朋友，故意来讹我的。我妹妹属老鼠的，竟然藏了15万。您这张公司卡上余额是零元，会退款的。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。小李啊，这次是我错了，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。秦姐，你不用这么想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，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。你要说责任，那我是代理经理，那应该我来。好啦，姐，哎，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，你看一下，他们要的报价呀、资质啊，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，我都整理出来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用上，你看看。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？不是，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。小红梅出了问题，大家都好不了。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，一定能共度难关。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，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。所以秦姐，嗯，还是你来牵头，好吗？好，去忙吧。嗯，先走了。啊，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，风度翩翩，在外面很受欢迎的，好吧？喂，哎，我正要去公司呢，行，你把地址发过来。啊，我先过去。嗯嗯。哟，怪不得呢，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呢。都明目张胆的了都。不就是个火箭吗？这玩意儿也太贵了，这么多钱，这嗖就没了。星星啊，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的，先歇一歇啊，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。哎，婉晴。